但你覺得佢係一個白骨或者一副嘅臭鼻狼，咁嘅時候你就會對一個人好好咁平等。我同你喺一個對等嘅台面裏面交手。唔係，即係呢樣嘢咧，真係好大鑊。你睇佢佢表面咧係一個，即係佢表面係一個衣著。佢裏面咧仲可以暗藏殺機啊！即係佢要懟冧你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你知道啦，喺其實行裏面咧做咩工都好啦，即係無論你做廚房、做消防、做咩都，只要咧係 deal with sex， 即係咧你係有性上嘅投訴咧，啊冇啊，的確你唔可以做噶啦，即係你唔做得噶啦。即係咧，我哋以前咧做鬼佬生意嘅時候咧，我哋有習慣嘅，即係咧如果係知道咧影嗰啲係 celebrity， 即係有錢人啊。只要是女人、啊、我們呢永遠用個背脊對著她，我們隻眼睛看攝影師、啊、看看她有什麼需要，然後背脊就向著模特、啊、有個這樣的不明文 規矩，有試過呢，有一個僆仔就看啦，即是模特隨衣服就看啦，那很正路，因為呢以前前輩呢比較專業的模特呢，第一呢就是吳大寶，還有就算是穿底褲也好，他都是會穿那些緊肉色的底褲，他不會穿哇屌玩嘢咩，都影相條紫色底褲，你一穿淡色就透曬出嚟噶啦。即係咧，咁有啲兄弟又唔生性，可能啱啱出嚟啦，即係始終都係你有賓州我有賓州，有啲嘢就好容易體諒嘅。俾人哋話佢英文咧就係put your dick back to your pocket， 即係譯翻中文咧就係將條賓州收翻落個春袋度。即是呢現場講，全部人望住，嗰個人擰轉頭，即係完全係乜都做唔到啊！即係呢佢梗係後生仔，就其實耿耿於懷啦。即係佢係咪真係鳩硬咗？有都唔奇啦，即係大家明白咯。你諗下，即係後生仔見到一個女仔除衫做得 model， 肯定係靚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你話屌如無年咁樣嚟就冇所謂啦。咁但係佢真係正嘅，咁但係呢就係呢個只要俾人哋咁樣羞辱咗一次，見到的人在場永遠都不會找你，是啊，即是他不知道不理你真定假的，因為所以呢其實呢我經常覺得呢，在為什麼 sex tension 呢這個字那麼重要呢，我就是覺得呢很多尤其對男士很蝕底，這個年代啊，這個年代男人已經是很蝕底的，即是因為呢女人呢她拿了女性的身份，拿了女人的在數，即是譬如說哇這些東西很重啊你搬啦、啊、這樣，但是同時呢佢喺成個工作裏面咧，佢係同你一樣平等嘅，佢攞嘅嘢係一樣嘅。咁但係佢再會 take advantage of 你啦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佢有啲嘢咧係你想要佢冇嘅，唔係即係你想要佢唔想要嘅。譬如話佢冇一種即時會係嘅衝動，或者係但係咧你就成日有。咁所以咧就令到咧，我哋而家咧家陣咧，我哋啲兄弟就好麻煩啦。即係咧，可能遇到一個女上司，佢係你嘅上層，佢仲要係著得性感，佢仲係咧呢個好巧妙咁運用權力嘅話咧，其實咧當你全部嘢 A 曬都好咧，佢只係話你及佢對波，你就已經完咗你嘅。哇！我咧我近排咧呢個做嘢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其實國泰完咗冇幾耐啦，咁樣咧就再即係咧諗翻呢件事咧，即係都會覺得啊呢、這個其實係一個原來普羅即係一個小市民一個後生仔啊，初初出嚟工作咧，即係要好留意。咁咧我嘅如是觀係一個方法嚟嘅。我另外咧有一個朋友係做差佬嘅，佢啲師傅咧點樣教佢咧？第一行必。因為你知道警察很多時即係點講咧，即係你話可能打反啊、打導遊啊咁樣，咁其實都好正路。但係咧，如果咧同性有關嘅罪行咧，都好容易入嘅喎。係咁咧，所以咧點解話一搜身就即刻要轉女警咧？乜乜乜乜咁樣。咁然後咧，我個 friend 係跟啲老差骨去行，其實唔好及人對燈，唔好及人對燈，即係一下一對一下提佢，即係咧即係，但係雖然呢個都係唔 work 噶，即係我諗咧就係啲前輩啊留下嚟嘅智慧啊，係唔夠解決呢個問題嘅。因為女人而家已經變咗一個，佢既係佢已經係攞緊著數，即係佢同你一齊工作嘅時候已經係攞緊著數，並且咧佢係有一啲唔喺工作嘅範圍裏邊咧可以侵犯到你。譬如話咧，如果大家都做同樣工作，喺表面上面佢勝負嘅時候，咁你輸咗都心甘命抵啊。佢仲可以做，佢仲可以有手段，同埋。你留意多一樣嘢，我唔知而家呢個後生啲細路仔係點啊？但係我哋咧呢啲年紀大啲咧，做嘢嘅時候咧講嘢少嘅，因為靠對手揾食。女人咧喺工作裏面咧，其實咧，因為佢哋工作都好多唔使用力噶嘛，所以咧好多時候咧，佢哋係靠溝通，
去 deliver 一啲信息，然後去完成件工作嘅。咁樣而中間咧就會產生好多干涉，即係咧好多好多流言蜚語喺裏面。咁其實咧以前咧古時人咧去對冧你咧就靠把刀，現代人就靠把口，而佢哋就係掌握把口，除咗吹簫之外啊，即係佢哋係比較掌握呢一個工具嘅人咯。所以我覺得突然間諗起呢個觀點咧，我就講起啊，要講下性張力呢個問題，即係要諗下點樣去。同埋有一樣嘢啦。我見好多年青人都係做一樣嘢，又成日打飛機，唔係滾多啲嘅。當你滾多啲嘅時候咧，嗱，同埋年紀要大啊，因為咧啊好得意啊，呢樣嘢係真係死刑嚟啊！細路仔嗱，你教過嗰個筍哥，年青人後生係戒色，中年就戒氣，老年就戒貪。色喺男人裏面真係好難去到，即係喺細個裏面避免到。嗱，我點解咁講呢，你話而家叫啲十零廿歲嘅，好似你上次嗰、那個即係同行咁樣，見到個 model 一定會鳩硬。但係你而家俾我吹簫都唔撚硬。第一年紀大，第二樣嘢滾到即係得男人同人妖未玩過嘅時候，你有咩未玩過啊？你話係得人妖同人妖未玩過啫嘛。第二樣嘢，我想同大家連可能人妖都幾好玩嘅，玩完可能唔係。我建議啲同我啲朋友仔咧，就去滾人妖，滾一次咧，以後都唔買。唔係，所以我想同大家即係再講一樣嘢就係、是，你即係喺個心入邊嗰個model 係咁樣樣啊，即係心魔現時，十方阿平。咩叫心魔咧？你睇嗰樣嘢係從呢個角度去出發，你咪覺得嗰樣嘢係咁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。一件事有好多个切面嘅，咁每一个切面你唔同切入去，就系得到唔同嘅答案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人打劫，喺行为学家里面讲，佢一定系有呢个心理变态，佢一定系做反社会行为，一定系细个俾人屌个屎。啱，喺经济学家里面讲，佢穷啊嘛，屌，系咯。犯罪学家里面讲，佢今次咧基本上是一個燒焦辣嚟嘅，你睇下佢揸槍嘅手勢，佢左手手指乜嘢係向出嘅，佢右手係插褲袋嘅，通常燒乜焦辣就係咁啦，勾完膠底之後就會開槍，我屌佢老母，你不如問埋天文學家，因為九星連珠上個七頭嘅走去打劫，我哋用唔同嘅角度去設一個問題，就會有唔同嘅答案。同一件事，嗱，呢個就係心魔，心魔現時十方阿皮。有乜嘅心魔，你就会有乜嘅地狱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古龙改嘅呢个例子，有一个大侠俾人困喺一个黑掹掹嘅山洞入边，突然间佢听到四野呢个即系飙声，嗰啲飞镖声啊，咁啊大侠啊梗系举刀呢个系咁斩噶啦，我屌你老尾仲唔系有人暗算我咁样。到灯光一亮起嘅时候，原来系有几个女仔喺度飞，即系泼只衫袖嗰啲，即系喺度攞起衫袖泼凉。咁係咪兩個好唔同嘅畫面啊？一個俾人暗算，一個幾條女喺度，住個靚女。咁你睇一個人又係，你唔好淨係喺性方面切入喺一個畫面度做嘢嘅時候係咩呢？清楚自己嘅方向、目標係乜嘢嘢，去到要攞啲乜嘢嘢，你要針對啲乜嘢嘢。嗱，幾樣嘢㗎。你去到工作嘅時候，無論對方係男人、女人、靚女唔靚女，你個目標都係要工作。集中精神，第一。第二样嘢，工作之外发生嘅事，譬如你话我工作之后啊，会唔会约佢去玩啊？诸如此类，呢啲唔喺工作包含嘅范围里边。放咗工之后，你有你嘅办法啊，但系你要尊重你嘅工作，你要知道你咩目的，你咩角色。好似头先你个小朋友咁，助手嚟啊嘛，你又系咁急，想试试急急啊！屌你，你连自己嘅角色喺边度你都混淆咗。你连自己嘅角色喺边度都调转咗，个女仔唔系嬲你，嬲你去及佢啊！个女仔系嬲你咁低下一个嘅助手，去到用一个咁猥琐嘅眼神去到，即系污染佢嘅工作。这个 model 好专业，佢嚟到嘅时候换衫，当场换，做嘢当众做，用最短嘅时间、最高嘅速度，俾咗最靓嘅效果你。你个摄影师亦都系咁做，但系个助手做咩咧？做咗都好猥琐嘅行为，挂住急。
咁人哋係咪一定會講到咁嘅説話先？即係你連自己嘅角色都擺唔到喺邊度？如果你係好尊重自己嘅工作，你真係落手落力去做，我諗嗰個女仔唔會講呢番説話。嗯，佢唔係因為你及佢，係因為你唔做嘢先及佢。嗯，即係你及你都要做啊，大佬。你又及又唔做，齋及企及，廿四小時狂及，咁人哋梗係會講句咁難聽嘅説話啦。你估个女仔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咩？佢讲完呢句说话，佢一定知啊，知你喺呢行冇得捞。但系点解人哋都要令到你冇得捞？嗰、那个僆仔肯定啊，你当时系咪在场噶？喺度。你见个僆仔系咪真系唔做响狗啊？咁又唔会系咁嘅，即系只不过咧就系、是、佢一定系好 draw 你 attention 啊，即系